看一下哈，原始的部分哈，它有一些地方是不断重复的，就是输入部分不断重复。不过啦，说真的哈，你这样写没错，只是自己觉得不是，只要有重复的地方就会有个洁癖，就会想要不要让它重复。所以呢，后面我写只要画回圈的话，我一律呢就不会用这样的叙述，我会直接在画回圈这个地方哈，直接叫画一冒号。哎，那画有一，那一指的是什么呢？一在程式里面，只要一就代表 true，true 的话呢，就代表说我要做什么呢？不断的无穷回圈。所谓无穷回圈，就是有点像哦，哎，画有回圈有点像油门踩到底，有没有？那可是问题来了，油门踩到底，那怎么停？哎，对。所以，如果假设你这边改成画一冒号的话哦，你有油门哦，就有刹车。所以刹车的话呢，在 Python 里面有个叙述，就叫停止，那个停止叫 break，有没有？所以有一个画有一冒号，那就会有一个 break。那 break 应该在什么地方 break？哎，就是当什么两个数字相两个变数相同的时候。OK，哎，那这样的话呢，要怎么改哦？其实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哎，如果刚刚这个地方要把它改成我刚刚讲精简版啊，精简版就是，哎，我不要让这三个不断出现的话，那我的做法是这样，第一个哈，把这个逻辑怎么样，把它更改一下，这个更改的方式就是加一个 while 一冒号。当问题来了哈，哎，while 一冒号之后的话呢，它就会不断的进入到这个回圈里面。那为什么要特别加一个坏？其实我是希望说哈，反正你就一直跑，跑到什么时候停下来？跑到当 G 跟 RND 相等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判断的部分就交给 if 里面的 if 哦，而不是在 while 里面判断。那 while 的角色只是不断进入回圈，好，好，那接下来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 G 等于 input 这个叙述哦，放在 while 一冒号的下方。那也就是说，哈，进入到回圈之后，它会不断的提示说你要重新输入。哎，那如果有这个的话，很简单的，底下的这个两个有没有，就可以把它删掉了。有没有？它就是先进入回圈，然后判断一下，当它怎么样呢？小它就提示，当它大就，哎，这个你，可是问题还有一个，它会。答对的话，所以哦，假设说你要加一个，哎，答对的话哦，那我们就把它写在最下面，然后这个地方的叙述就是，哎，这个把它改成叫 else if 好了，这个第二个的话就不是 else，这个的话就拿到最后好了，这个，再把它到这里，那这边这个的话，中间这个就叫 else if 啊，等于是如果它小于。那就太低，好啊，反之的话，这个就颠倒一下，所以这个叙述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把它那个小于改成大于就可以了，好，这边把它改成大于，有没有？当它小于太低咯，OK，当它大于的话就太高低一点咯，然后剩下来的话呢，那恭喜答，所以哦，特别注意，恭喜答对的话哦，那我们就直接放在 else 里面，因为除了小于跟大，那就等于了嘛，哈。啊，记得哦，这个缩排的话，记得请你按两个 tab，哎，我按一下级就可以了。他发现吗？他把它放在哪里呢？放在 else 里面，有没有？恭喜答对了。所以其实哈、哦，反正画个回圈的角色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只有一直不断的跑到回圈里面。可是问题来了哦，这个叙述哦很危险，因为油门一直吹到底，但是停不住。那什么时候要停住哦？记得哦，如果以后你用 while 一冒号，请特别特别注意，你的回圈里面一定要有个刹车的地方。那哪个地方要刹车？什么时候程式停下来呢？对，所以哦，在恭喜猜对了的下面一行，请你打一个叙述，很简单，刹车，刹车应该就 break 嘛，哦，break。有没有？这样就 OK 了。
其实你打一个 BR， 它会跳嘛，哈 ，break， OK， 好，啊，记得哦，这很重要，而且你这不能放错位置哦，因为如果你放错位置，它就变无穷回圈，无穷回圈就跑不出这个 ，OK， 哈，就跑不出来了，哎，这样就写完改完喽，有没有？那如果改完之后的话呢，哈，哎，试试看好了，哈。那你说不改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只是说我觉得改完之后好像这个叙述哦会比较人性化，所以以后我写任何程式哦，只要我不确定什么时候停下来，反正我就画一冒号，然后在答对的地方或者 match 的地方，我就输出之后再加一个 break， 这样就 OK 了。那逻辑判断的部分呢，就交给什么？交给这个里面叙述就可以了。哦啊，输入这个是输入的部分，就会只会有一个哦。那这样试试看好了，理论上应该这样执行一下，一样猜个十好了哦 ，Enter， 然后太高了，一样猜五，太低了，所以应该是猜个七或八好了，八好 ，OK， 太高那就六，六七，哎，恭喜答对，而且恭喜答对之后的话呢？那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 break 掉，有没有 ？break 就会离开这个程式。但是如果你没有加 break 哦，它会一直不断再叫你继续猜，即便你已经恭喜答对，它还会跳出说请再猜一个。这你会觉得哦，所以啊，如果假设哦，你遇到那种无穷回圈，对不对？跳不出来，请各位注意上方这边不是有一个强制停止按键？有没有？这个正方形这个方块有没有？就是当你 run 的时候哦，它会是红色。那如果你强制要把程式停止的话，就把它按下去，程式就会被停止了哦。所以，比如说你试试看哦，这边执行一下，有没有？这边不是，只要是画一冒号，它这边呢就会是一个正方形的红色的一个按钮，对哈。啊，如果你说哦，不想拆了。但是现在不拆不行，对吧？啊，没关系，你就是直接按下它，它就强制停止。OK， 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说你不会因为无穷回圈而跳离不了的这个尴尬的状况发生。哦，啊，这个的话是精简版啊，理论上应该在云端上面我有放我写出来的原始版，有没有？底下应该有个精简版，哎，就这个，对吗？啊，其实。不过这种写法我比较喜欢，因为我将来哈写那种不确定的回圈，我基本上都会用这种写法。为什么？因为它比较简洁啦，不然的话你每个地方都要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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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哦。那这样的写法只会有一个 input， 但是缺点是说你一定要确定哪个地方要 break。OK， 好，哦，好，那这样的话呢，应该这个写完之后哦，再来哈。我们就要来改一下，改成什么呢？限制只能拆三次。OK， 哎，三次，哎，怎么可以让它只拆三次呢？那三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去定义呢？其实有几个方法了哈。方法一，请你改成 for 回圈 ，for i in range。一逗点。